is a quality. Plans this season very well. We love it. Not so much a ring, more of a rectangle, but I tell you what, that's absolutely stunning. It's there! Again, a little bit too long, but he saved that one pretty good. And yeah. It's fantastic. That wonderful camera angle we picked up, especially when they go back off the table a little bit. It'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you can see the match point. Germany, Timo Boll, 10-7. Good block. He's got it! 11 points to 7. Good. 那么昨天呢，已经结束了混双的决赛，最后呢是朝鲜选手金仲和金鹤峰，拿到了宝贵的一枚金牌，所以对手呢就是自己，如何正常发挥。好的，朝鲜在阔别36年之后获得了一枚单项的金牌，还是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呢发送。 马龙回摆出台，马龙反拉，龙的主导技术。另外，马龙我们知道他的攻防转换在比赛当中啊，下旋，哎呀，布尔挡得很好，但是呢，落点了。布尔发球，反落的话那可能会好一点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球。 因为整个重心啊不是很好变的，对，因为他拉过去球，你看他有旋转往外跑的，直接捅个长的，他没准备，他只有拉下，拉下他就没有速度了。好球！哎呦，是打出了国威啊！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乒乓球啊，雄霸乒坛啊，这种。 黄领队，今天布尔表现的很顽强。首先不说，好的，哇，你看拉的质量很高，他一个反拉可以在中台，那这个球多漂亮！哎，你只要是连他都能占优的。对，所以呢，第一板你看3-6。 马龙抓住机会，不着急。哎呦，为布尔应该鼓掌。确实，他这个球，我们说到他的全方位的能力，就是说很少看到的一些高级的球，包括布尔也有，马龙也有，拉中间，好球！哎呦，这球。